嗨，大家好，我是英炫。今天要介绍武器呢是红线这把武器。那这把武器的特性呢是它有两种射击模式，一种是粘弹，就是射出去，然后装弹会引爆。那第二种呢是爆裂弹，就是一射出去就是会爆炸。那这把武器呢，就是当你充满到最高的时候就会射击，那它射击的时候射速会加快很多。要去哪里刷呢？那这把枪呢，可以在潘多拉的干裂谷地里，然后去狩猎我们的蓝鹿狗来做取得。那它是蓝鹿狗的专属掉落物。那这边一样是用混十一的方法去刷，那看要刷几次，然后也刷到我们的这把枪。哦，终于，青青青是什么？腐蚀属性的。那这边测试的部分呢，我这边用墨汁，然后搭配到他的雄霸这个技能，就是他离开雄霸之后有数秒的无限弹药，我们来看一下他的发挥是怎么样。那就直接来做测试啦。OK， 直接下雄霸，这是爆炸弹的，呼呼。试试看粘弹好了，粘弹的射速会更快一点。这边到处粘，哎，装弹，感觉还好，它在爆哎、欸，那边还没爆完。我们用爆裂弹好了，我觉得爆裂弹直接输出会比较好一点。然后粘弹的话，应该会比较适合在可能大 boss 吧，感觉。他直接做输出，其实威力也很大。哎，这把真的是很好用哎、欸，没有 DLC 这个也是很好用。来试试看哈，粘弹会的效果是直接粘他心在那边，哦，行哎，哎可以哎，这把枪粘弹就这么强了。那这次的武器介绍呢，专门做解说。如果喜欢影片的话，可以按赞、订阅并分享。我们下一部影片再见喽，拜拜。